高兴有像吴英雄这样的小朋友，虽然他家境清寒，不过吴英雄小朋友他非常努力向前。笑屁欠揍，当选我们好人好事的代表，恭喜他。谁呀他？我刚才偏笑小心我揍了。跟你也打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上10:30，你雅达。